Well, I'm here in the studio with Vivian Ge. She play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the pipa, and she's going to be telling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instrument and hopefully playing some songs for us as well. Thanks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Vivian. Thank you. 请你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乐器。 琵琶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乐器， 有文字记载呢，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琵琶一直是有明乐之王的美誉， 它的构造呢也比较特别， 它的长度呢是35寸， 三尺呢就是对应着三才， 就是天地人， 五寸呢就是表现的是五行， 就是金木水火土。 另外它有四根弦， 这四根弦就对应着春夏秋冬。 那它的线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 现在的线有的是尼龙弦啊，有的是钢丝弦，古代就是用牛筋弦和丝弦。它的声音的特点是什么？ 琵琶声音比较特别， 它的高音区呢就很明亮， 中音区呢就是比较柔和， 低音区呢就比较醇厚， 它的音域很宽， 所以说它表现力很丰富，它又可以表现舞曲，又可以表现文曲，文曲就是表现的比较委婉、比较含蓄的那些曲子，那舞曲呢就表现比较刚烈、比较有气势的那些曲子。Vivian，现在请你给我们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琵琶曲子。好的，我先弹一首《春江花月夜》，这首曲子呢是表现在月亮高照的夜晚。 箫鼓声声，水波荡漾，一叶轻舟，这样一种江山景色。 下面我再弹一首《十面埋伏》。这个乐曲呢，表现是公元202年之前，楚汉相争的故事。当时呢是汉军以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了楚军。这个曲子呢就写了这个战争的全过程，从战前的准备，还有激战中的那种激烈的场面，最后还有结尾。 那我只谈它的前半部分。
Vivian,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演奏。Thank you. And stay tuned, we'll bring you more about Chinese instruments in the weeks to come.